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名人站，我是 Ellie 啊。今天心情很紧张啊，因为我今天来紧呢介绍这个货品呢，我自己都很难用言语去表达现在的心情。因为以下这个袋都是我们女士们梦寐以求都想拥有的，它就是 Hermes 里面的 Birkin。而 Hermes 入面 Birkin 和 Kelly 手袋亦都是 Hermes 引以为傲的两个产品，所以大家亦都愿意用五年的时间去等待一个 Birkin 或者 Kelly 袋。相信这个品牌的爱好者当然可以从外形度看出两者的分别啦。而 Hermes 的手袋矜贵之处是在于细节度，在每一个手袋都为它加上独有的记号。那大家又知不知道 Hermes 为什么会制作出 Birkin 这个袋呢？原因就是由于当年 Hermes 的 CEO 在飞机上遇到 John Birkin， 还因为他当时的玩笑一句说话，说他想要一个容量大又可以去到度假的手袋，所以设计师就设计了 Birkin 这个袋，还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因为他们的制作认真和这个谨慎，所以是很值得我们去拥有的，也都很值得我们等待。咁大家又知唔知点解一个要等咁耐嘅袋都值得咁多女士们疯魔咁去等待呢？原因就系女士买袋啦，男士买表，因为手袋品牌咧系凸显社会嘅地位同埋实力嘅象征。Hermes 袋，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咁就等我嚟介绍一下佢嘅由来啦。Hermes 袋是于1837年由 Cherry Hermes 所创立的精品品牌来的。Hermes 是来自于法国，在那个汽车都并不普及的年代，由于大家都主要是靠马去代步的，最初 Hermes 以产出高品质的皮具马具起家的。随着时代的改变，当年眼光精准的 Cherry Hermes 看准了马术只会渐渐衰落，于是就将 Hermes 的事业蓝图重新慢慢地转移到去各种精工精美的 Hermes 银包和手袋上，它渐渐先有了今时今日的 Hermes 在时尚圈崇高的地位。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就拿起你的手机加我的 WeChat 和 WhatsApp 啦，或者落到去门市找回 Ellie 邓小姐。下次见，拜拜。